今天还是给大伙带来传说中的七宝奇谋无钥匙的踏死速通，因为我知道是怎么速通啊，来自于我们的西坡大神，大伙可以去 B 站关注一下他的这个视频号，那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搜索啊，东南西北的西啊，这个上坡的坡，好，可以看到蹭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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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不要问我他是怎么过去的啊。就是一个字儿赖啊，这个就是之前我也解说过他的速通啊，解说过一个速通，但是并不是操作者，并不是他操作者呢，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国外的玩家。那这次是西坡大神打的，咱们就是过关啊，我们都知道他是需要蹭就可以过关的，但是你要完全过关那还需要去正常啊，对吧，你打到最后让看一下，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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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无限突突突大法啊！好，不用管，费血不用说，直接走一半车。哎，你看有小超人啊，科纳米超人什么的。七宝奇谋呢？这个如果该死命啊，其实该死还是要死。好，又是有隐藏的东西。这个游戏有各种各样的装备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隐藏的东西啊。好，吃小人，小人该吃啊。嗯，那等等，好，直接走。直接被打死，看一下这个，当然你肯定说为什么要被打死啊，这都是套路啊，被打死之后咱们可以从屏幕左边落下来，这个是有利于咱们速通的。好，吃掉了一个特殊的东西，看不看看这个传说中的，好，吃个雷，有个超级跳鞋，你们看不看见啊，这个超级跳鞋没办法，即便你是踏死你也得用这个超级跳鞋，这是真没有办法，你要不吃这个超级跳鞋你跳不过去的。好，落地直接走，上面装备啊是在你屏幕的正上方。好，直接炸掉，吃小怪，要打一个雷。装备呢有各种各样的雷啊，有防音波攻击的，有防这个什么，对吧，防这个小刺儿、小雨滴、小喷气啊，什么双背包啊、超级跳鞋啊等等啊，各种装备都有啊。好，蹭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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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就已经打到最后了啊，一会儿就上船了，兄弟们，你懂什么意思吧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快。好，你可以边走边看，你看啊，他说如果你非常快速的边走边暂停就可以穿墙了，看看你啊，刚才他是用文字来介绍这个事儿，直接过关，哎，直接过关，2分钟32秒直接过关。咱不知道这个游戏为什么要这么，就是当然啊，就我做过，之前做过，就是不用这个暂停大法然后直接过关的也有，也很快，但是跟这个比就完全比不了了，因为它这个是用了一些 bug。 但尽管这样你也知道啊，这个游戏绝对不会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大伙玩就知道了啊。获取装备呢是大伙比较简单的一个通关方式，那不用多说，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西坡大神，感谢大伙的收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